来吧。哎，我迄人一早吼来领迄倒饭券吼，啊，迄倒饭券领着了，先去摆油，油摆好先吼，咱开始发放食材啊咧。哎，一只鸡啊，吼，啊一袋番薯，啊一袋番麦，啊番薯无够，咱去来提啊咧，啊薯有剩咧供应啊咧。哦，对，嘿，好。拜拜的，啊，时间到，该工作工作要去做。哎，川普，你从哪里来？哎，我从江西来呢。啊，我看网络。来，来来，讲在咧控油啊！啊，你感觉听安尼办这活动意义无？我做有意义哦，会当体验到较多农村的时间场景，来控油啊！至少你吼，你发到控到站，对，好啊！哎，感谢你哦，哦，啊，就大部分买单，好不好？我讲迄个伤贵啊，我讲会砸太侪片。你别把手，喂，你们小心点啊！你要叫，你今天是个跳的，好吧？韩西小姐，嘿，你今天来参加这个控油活动？我们是慕名来的。为什么慕名来？哦，是林菜园，林菜他有跟我们讲这个讯息，然后我们就带小孩子全家都来这边。啊，你刚刚整个这个环境，天这个环境，来讨论的环境可以吧？好赞哦！赞哦！啊，你刚刚好，比如。整那个活动哈，这种推广有没有意义？跟那个跟整个哈亲子感情的问题，在这边好像在围炉这样哈，你干嘛哟？很好玩，带小朋友，然后假日的时候一起出来郊外走走，然后大家共同完成一个事情，这样感觉很好。啊，带来好吃的鱼哈，爱捞几分到我哦。没问题，去郊外耶。还有。